小白的唱给你看，不会，不会耶，松的，手臂在这里，他是不会的哦。我还穿着，我还穿着，家珍，我还穿着，很可爱。我还穿着这件上衣，你还是可以继续留言给我。哎、欸，没看到，不是，绝对不是我们不回你，一定是 FB 怪怪的。我觉得他还好，他回到非常贴手臂、欸，因为我其实也是手臂有肉的人，就是手臂以身材比例来说啦，我觉得我手臂算是有肉的，所以我也很怕那种非常非常贴身型的。但我觉得这件还好，就不会到给你们这样看好了，就不会到非常非常。味道非常非常的贴，就是我觉得是 OK 的，它还是有一点宽度，因为它有弹性，就它弹性还蛮好的。然后它这个背心又是 Connie 的背心， Connie 来讲解一下这个背心。羊毛这件是有点，我觉得比较像是挺版的羊毛，它是可以做成羊毛大衣的那种羊毛材质，然后羊毛成分是 60%。然后它就肩膀这个地方，它就是哎怎么讲，腋下这个地方它做的非常宽，所以你可以搭衬衫，也可以搭像这样子基本的高领上衣，或者是 T 恤，就是有点袖宽的 T 恤也可以。那我基本上觉得它这一件是有点知性美的感觉，就是它很好看，就穿起来就很知性啊，就是没什么，可是你就觉得很知性。所以它穿起来很挺，跟刚刚对它是有挺度的背心，因为刚刚的背心是整只，所以会比较合身，我觉得搭裙子就会看起来很温柔。它本身是有挺度的，所以它背后这个地方袖子这个地方，它都是有这种立体的线条。如果你这样穿起来，就是内搭的时候，它是会有立体的空间感啊。就是也就是说，也就是说它不是贴身的款，对，它不会到很贴，它不是贴身的，不会贴，整个是有宽，就是有空间的。然后它的袖子跟下摆的地方是不修边的。不修边的设计、它是不修边设计。我自己不是比较喜欢它搭裤装的感觉，或者是百褶裙。哎、你换那个咖啡色百褶裙，也可以。可以耶，就是百褶裙也很好看。就是不要扎起来，因为它本身是有挺度，所以你扎起来的时候它会蓬蓬的，就是会在你的腰间蓬蓬的，所以这件是不能扎的。它裙子也好可爱，对，这搭衬衫也很好看耶，也可以。这件我的背心，它还有一个色，对它，但它又跑到哪去了？但是呢，我们要寻找一下它的颜色，它有两个颜色，灰色，在那边，第三件，这里，这个它会有点燕麦灰的颜色，这个颜色也很好看，它穿起来很美耶。我很喜欢它，官网搭我觉得超正的，你们可以上官网去。但我觉得现在小白这样搭也很正啊。这个搭那个薄内搭也好好看、对啊，因为如果是比较知性一点，可能就搭衬衫。但如果你比较想要再温柔一点的话，你就可以像我这样搭一个内搭在里面。然后裤子也很舒服，这件 S 到 L 号都可以穿。裤子也是 Connie 的爱啊，也是我的爱。是，我穿这种睡裤。这个灯芯绒材质，它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。这件很瘦，真的。而且因为看它的时候会觉得它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厚，可是穿在身上很舒服。它这件舒服到我觉得可以当家居吗？对，可以。它颜色超多，对，真的超多。它是深咖啡色，然后现在穿的是深咖啡，然后棕色。红色、绿色、黑色跟那个米杏色，噔噔，米杏色。那它的那个绒布是真的很细条的哦，它是很细的，然后布料本身非常有弹性，它整身有弹性，也太好了，弹性很大，弹性超好，然后有磅数的，对，就是它的布料不厚，不会太，也不会太厚，也不会太薄，然后本身非常有弹性，它弹性超级好，就是如果是穿休闲一点的也蛮。OK、对，它现在搭这样比较知性，就搭知性的也可以，然后你可以搭一般的针织衫，针织衫的休闲一点，我觉得这件 CP 值极高，而且它裤头那个松紧也是真的很不错，然后还有口袋，这就是上班的时候当西装裤穿，然后下班的时候当运动裤穿，没错，回家还可以当家居裤，对，回家当家居裤穿，而且很多颜色可以做选择，很好看，好看，是我自己最喜欢绿色诶、欸，是不是？你最喜欢这个？我最喜欢咖啡色，我喜欢咖啡绿色，我是官网搭的比较休闲一点，绿色也不错，很可爱，感觉可以配个白色帽 T， 现在摸起来白色帽 T， 哎、欸，白色帽 T， 再配我白色的那个鸭绒外套，觉得可爱到爆，可以，白色帽 T， 马上来比下，哎、欸，很可爱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真的很可爱，休闲的感觉，然后再配上我的那个白色鸭绒外套，你看它整个人休闲起来，哎、欸，很、OK 欸，你就可以去骑脚踏车了，欸、对，休闲风格，很可爱，你像好像。